大家好，我是大叔。今早开河路，先把锅儿起个，猪儿忙忙多。今天弄个蒸子饭来吃，没水效果，把米弄下去聊一下多。第一人开火，看他旺不旺。这是烤一下多，满锅了，米喽。换个锅嘞，把饭蒸起。蒸那个蒸子饭噻，一定要多两个洞洞哦，更容易熟些。饭蒸了蒸出来的，今天新早第一天开火呢，还是蒸的好点来吃噻，蒸个熬个肉来吃。先把肉调一下多，看妈妈好没得看。饭煮好了，水也滚了，把肉翻一遍多。要煮好久啊？不要吃那个。再煮个几分钟嘛，好切点，妹妹。嗯。要得了，把它捏起来冷一下多。肉等它冷一下，刷了把盐菜，把盐菜来洗个多。还是老规矩，把那个杀手肉来清一下。大姐倒那个盐菜是多香的，能把它弄熬过的。盐菜切了，现在把嘎嘎切了。要是切薄点哟。切好薄啊？嗯，切薄点。切薄点是吃的最贵的，点都不安，切厚点儿安一点。都切好了，上锅去了。今天这个肉是二打做的，还是给它放点油进去？肉到老年都好，你刚刚打了几下就热了，把肉到里头去了。肉爆了差不多了，把姜和花椒丢里头。要是那个好油哦。对，那个颜色就是要油大哦。要不吃了干的别的，油大吃了香啊！哦，把盐菜它吸油的嘛，爆香了，把盐菜倒里头。今天这个菜呢，我就没丢猫猫盐了，因为那个盐菜里头有盐，丢猫猫盐的话就真的很好喊。盐菜炒香了。起锅了，来哦，朋友们，盐菜回锅肉，吃起走哦。哎，小李。嗯，商量个事情嘛。咋子？方便抓点花生的嘛。好嘛，我就给你抓嘛。谢谢哈。本来今天幺妹儿也来的，她单位呢临时有事情，工作第一嘛。来哦，朋友们，我就走哦。
小叔，嗯，我屋头弄盐菜都要泡一下，你那个咋不泡呢？哎，你大娘弄的干嘛？她也没空了，合适，吃了嘴里就干么事啊？来哦，昆明，报个事儿，是马木路。要饭去了。今天新招客户，有点小嫉妒，把饭都整塌了点。你喜欢吃趴里的吗，表叔？今天这个确实是太趴了哈。嗯，这个盐菜炒的回锅肉，二等到的下面是干的很。还整点多，今这个菜呢还缺个味。我本来丢干还晓得一直丢，兄弟他说不要丢，懒得丢，缺少点辣气。吃个泥米饭呢，最安的就是啥子？有米酒汤喝。来，我昆明喝米酒汤喽。来来来，我去走。